台北县艺文中心特展室和艺廊从即日起到3月21号展出台湾世纪油画探索特展，邀请50多位国内资深的油画艺术创作者展出近70幅的油画作品。台湾油画从战后第一代的李梅树、陈澄波、杨三郎等前辈，薪火传续到第二代的精英，例如赖传健、张义雄、陈银辉等，如今正值艺术创作世代交替。台北县文化局特别邀请老中青三代油画创作者一起推出这场跨时代的展览。热爱油画的台北县长郑锡玮这次也特别出借大型作品《夏日花园》，以实际参展的行动来鼓励这次的展览。这场由台北县文化局和中华民国跨世纪油画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展览，邀请了50多位资深油画艺术创作者，展出近70幅油画作品，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天外天新闻方建凯林景瑜北线采访报道。